Sad Dog。刚看完《乐队的夏天》第三季 Episode 4对决赛，还是啊，简单聊一聊。一贯的风格，他在上面弹，我在下边弹。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八仙饭店的风格啊。一贯的风格也没怎么变啊，还是那几下啊。但是呢，风格玩的不错啊。从头说起啊，先说一点啊，其实我感觉啊，这个离近点，其实我感觉啊，它这个规则有点不太这个不太公平啊。怎么讲呢？每个乐队选他自己喜欢唱的歌，对吧？喜欢这个改编的歌，然后去上面唱。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呢，让两个乐队啊选一首共同认可的歌啊，都是说什么叫共同认可的一首歌啊，在这个基础上改编啊，然后呢听众再对比，这样来呢，哎，我觉着就比这个乐队选不同的歌然后改编，然后再让观众对比好一点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啊，我是这么认为，就跟那个拳击比赛似的啊，或者这些任何的比赛都有一定的规则，它也有点规则，但是这规则就是说，哎，你乐队选各自的歌然后去改编啊，这样来讲呢，有的乐队就占便宜啊，有乐队不占便宜，对吧？你两个乐队啊都选我们，你说这乐队比如说喜欢那个张雨生的歌，我这就是张雨生的这首歌，对吧？那个乐队也喜欢张雨生，也剩，哎，行，我也同意啊，咱俩就对决这一首歌，对吧？咱俩就改编各自改编那个同一首歌，这样我觉得啊，就比现在的规则啊要 fair 一点啊，这是个人认为啊，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还有啊，就是说一下这个，其实呢，所有的改编歌曲啊都是对这个，其实呢，这里的歌曲大部分我都不熟悉，就张雨生那个我还比较熟啊，其他的可以说都没听过。但是呢，这个改编歌曲啊有几个规则啊，就是说这个规则就是什么呢，你如果啊选大伙儿这个比较熟悉的歌，就是大部分人都熟悉的歌啊，你改编的不要太过啊，不要太过。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要把这个让要不让不要人不要把这个原有的这东西改的太多，那样的话呢，如果这个就是特别火的歌啊，特别这个深入人心的歌，你会让人排斥啊。这是一个这个潜规则啊，就是大伙应该知道。其实呢，就是说你要保留，你要改哪个点呢？比如说这首歌特别这个深入人心啊，特别这个就流行，就是说，比如我要保留什么呢？我保留它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大伙最熟知的部分，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张雨生那个歌，他啊，就是说他的副歌部分啊，在高潮的这部分啊，大伙就是经常传唱的这个部分，哎，我保留它的基本啊，改变不是特别多，但是在其他的部分啊，在这个主歌方面啊，我就哎就稍微改变大一些啊，这样比较好。比如再打个比方，刀郎这个罗刹海市啊，你说我改编，现在这个地方戏都改编了，他这个改编的什么？他这个为什么就改编完了大伙儿那么喜欢听啊？他保留了什么啊？他保留了这个罗刹海市的词啊，因为大伙儿这个一块轰起来的，就是因为他的词。我保留他的词，我把它改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河南豫剧，还是这么各种风格啊，我都可以改啊，连基本上我连调都改了，但是我保留了他的歌词啊，依然会这个受到大部分人的欢迎，这就是他的一个潜规则啊，就是一个潜规则。你如果选一首大伙都不知道的歌曲啊，这就无所谓了，就是说传唱度不高的啊，这个无所谓啊，你愿怎么改怎么改，大伙都不知道，对吧？这个就说这个，头一个就是安达和瓦依娜啊，这个安达乐队啊，这个胜出。其实呢，这两个乐队我说那个哪个乐队我比较喜欢啊，这个安达和瓦依娜呢，其实呢，安达这个还是啊现场的气势，是一贯的。他那歌我也没听过，对吧？大伙估计都没听过那蒙古歌，对吧？所以说呢，我啊比较喜欢啊瓦依娜啊，比较瓦依娜的这个改编的，比较好啊，改编比较好，但是很可惜啊，很可惜那个，还是大伙喜欢安达，两个也挺接近啊，分数基本上差不多，然后呢赢了几分安达，然后再说这个橘子海和这个八仙饭店啊。
就喜欢这音儿吧啊，橘子海和这个八仙饭店啊，很明显的啊，这个八仙饭店就胜出来了啊，就跟我头一点前面说的，就是说他选的这歌啊，大伙儿基本上都不知道，就张雨生，他说张雨生后来那个出了一个 demo 啊，出来之后，然后他翻唱，大伙儿都不知道，然后呢，他可以随便啊，随便怎么改啊，都无所谓，而且呢，如果你喜欢八仙饭店的一贯的风格啊，他可能这个以前的风格基本上属于如出一辙，所以说呢，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玄机啊，这我也选八仙饭店啊，回春丹和麻原诗人啊。这个啊，我比较喜欢回春丹啊，我因为怎么来讲呢，这个我比较喜欢他的风格，但是啊，你按照改编的他这个东西来讲，两个改编都不错啊，这个分数也特别接近，其实啊，这分数也特别接近，但是麻原诗人就说他下的功夫比较多啊，也比较多，还加上了童声，还有的和声在一起，所以说呢，他胜出啊，也算，也算合理啊，也算合理，我没有什么 complain 啊，但是我更喜欢回春丹的风格啊，更喜欢回春丹的风格。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散人和这个超级市场啊，其实这个散人那个吉他啊，我因为我也弹吉他，散人那吉他的风格其实和那个八仙饭店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就是散人的音乐风格更重一些啊，八仙饭店的这个风格没有这个散人重啊，但是从吉他上来讲，它的这个使用上，吉他弹的这个编排来讲啊，或者弹奏来讲，基本上两个风格差不多啊。其实，散人和超级市场啊，超级市场胜出来了啊，胜出来了也毫无悬念啊，也毫无悬念。这个电子乐啊，我接触也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啊，有一个标准啊，一个标准就是说，就跟那个张亚东说，哎，你说那个散人，你这个后面那个你想用个 riff 把所有东西都串下来。但是后面呢有点不对啊，就是两个有点冲突啊，不是特别 smooth 啊，就造成了你这个编的好像差一点啊，所以说呢，按照这个标准上来看，这个超级市场啊，用那个电子乐，你就看出来它的吉他也好，它的这个 Harmon 用的这些音效来讲，音效它也是有一个有一段也是一层层的 riff 在上面，其实然后呢各个阶段啊做出相应的变化啊，就没有这种不和谐感，就是说这个老手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几期的这个演出来看啊，所有的这个老手啊，在这个演出其实都不错，现场演出像是回春丹也好，像是这个安达乐队啊，还有这个前面那个上次出来那叫什么乐队，就是这个玩摇滚乐那个 funky 鼓手那个，还有那个那个二手玫瑰啊，这些人这帮老帮子们啊，玩的都不错啊，现场都不错。所以说超级市场这也是个老帮子玩电子乐的，所以说呢，对这个音乐的操控啊，这个编排小菜一碟啊，小菜一碟。其实呢，我听到这个超级市场这个主唱那女的这个弹琴唱歌那个，我想起这个，我说这哎这唱法声音有点熟啊，像哪一个组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Luscious Jackson 啊，就这个啊，我还有他几张 CD 啊，就这个，你有机会你可以拿来这个听一听啊，这也是这个 Beastie Boys 啊签的一个女子，两个女子的组合啊，有点这种这个小电子的风格啊在里面，非常这个从这个演唱这个旋律到这个声线啊 vocal 都和这个有点相像，我一听哎说那么熟呢，我一想哦就是这个。